Hello，所有泰勒之马跟这水布斯基金同仁的朋友大家现在好，我是槟城的菩提新园的代表药，很荣幸呢，也很高兴呢，今晚呢受邀请参与你们泰勒之的周年庆典。槟城菩提新园呢是在2006年呢，有一批热心的佛友呢在白云山呢买下一个地段。成立一个部分教派的佛教团体，我们成立的宗旨呢是通过举办许多的佛法修持活动，如佛法讲座、进修营、共生和护持僧团、布施等互利的活动呢，来落实佛陀的慈悲与智慧的教诲。这15年来呢，除了我们邀请来的那些法师，以外呢，我们也接待和照顾一些需要医疗照顾的那些法师，有一些有病的那些法师呢，他们来槟城就医呢，就住在我们那边。而也这一次呢，也是非常感谢呢，这个 Jocelyn 师姐，她有跟我们联办一些活动啊，了解我们那边的情况呢，然后也是通过她的介绍和联系之下呢。联系了水布施基金跟这倡导者，所以在这个梁董的带领下呢，他就赠送了我们那个泰勒之健康水给我们，然后我们能够提供那个健康和能够带来治疗的水呢，给那些居住在我们菩提心园的法师。而因为我工作在菩提心园的便利呢，我有机会呢也饮用到这个水。之前呢，我肠胃有那个眼睛会干涩。就是偶尔那时候呢，就会干起来呢，眼睛会刺痛，痛起来呢，几分钟呢都非常的这个刺痛。然后他们叫我就把那个太阳之水呢撒在这个眼球根，他们也给我那个杯来洗那个眼球。而一段日子过后呢，就没有这种现象。然后呢，也达到那种饮用这个水呢有非常明显的那个排毒的作用。尤其开始的几天呢，你们也知道，那个排便是开始几天是非常臭的，所以呢，我非常感激，也非常感谢泰勒之马和这个水布施基金跟水布施倡导者所有的同仁，你们的大家功德无量，所以也祝大家这个生意蒸蒸日上，大家呢都家人朋友呢都能够健康、喜悦而富足。阿弥陀佛。